Hello，大家好。最近朋友看到我们的豆角长得特别好，就问有关豆角生长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呃，我们想就豆角的生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那么豆角长好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浇水，再一个是施肥。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就浇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啊、呃，我们的豆角的浇水呢，主要是我们都是按照呃这个智能化的浇水系统、灌溉系统来进行浇水的。那么在这个浇水的呃豆角的浇水呢，全是点滴，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管道。 我们有各种点滴的管道在根部。那么点滴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浇水浇的慢，但是呢，它这个水呢会面积比较集中，然后有深度。所以说呢，我们能保证根部获得充足的水分。那么豆角的根部大多集中在三寸。 以下的土壤，所以说呢，三寸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湿度是保证我们豆角能长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浇水的时候，一定不要只浇表面，而根部没有水分或者没有充足的水分。我扒开这个土壤让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底下。 我这样掘开以后，然后这个土壤都是一样湿的，非常的湿润，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浇水就浇得比较好，而这样的话豆角也会长得比较好。实际上，你如果用一个小刀浇完水以后，你往下插的时候，如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没有受到阻力，就像插下去一样，就没有这种硬的感觉的话。 这就说明你的这个水分基本上都能保证了，浇的比较好。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是用这个点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浇水管道，小的很细的这种点滴在根部。那么，呃，你实际上，呃，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种点滴系统，那么你们就可以实际上用浇水用水管浇水的时候一定要。 慢浇，让水分能够渗下去。然后还有一个呢，要轮流浇，不要逮着一个地方就猛浇，浇完就完了。要浇完以后，然后回过头来再浇。这样的话，让上一次次浇的水能够渗到底下以后，然后你再浇，这样会轮流浇，这样会让你的豆角底下的水分有充足的水分。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智能化的灌溉系统，所以我们这一个豆角的浇水呢，全是点滴。大家如果要用水管浇水的话，一定注意只浇根部，不要去冲洗叶面、叶子的表面或者其他的花的部分，这样都可能会造成疾病。 你看，我们这个豆角这个表面有一些粉尘，是我们用的一些草木灰的粉尘。这样的话，这些粉尘都包都在叶面的表面，那么这些表面上、啊、都没有被冲掉。这所以说，我们浇水只浇根部是一个很重要的浇水要点。施肥，所以保证这个。 浇水的时间，我们的豆角是每两天浇一次，而且我们还 turn on 这个 smart watering。所谓 smart watering 就是智能化浇水，那么它会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呃，比如说阴天和这个下雨的情况来进行调整，这样避免这个浇水呢过多而造成豆角沤根的情况。 那么这个智能化系统上面还显示是我们上一次浇水的这个情况，上次是星期天浇的，那么下一次是星期二浇。本来计划是是浇水十一分钟，但是实际上只浇了七分钟。上一次是因为天气不需没有那么干旱，所以说它就减少了几分钟。 根据你所在的地区进行调整。那么北美呢？它形由于这个受到这个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以及北美的这种地理环境，所以造成了北美地区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这种一种气候。那也就是说，我们有一条红线，有一条黄线。那么红线以外的地区边。 边缘的地区，那么这些地方呢，浇水都可以按照我的这个十开九来进行浇水。那么，between 这个黄线和红线之间呢，你要进行调整。不不，最主要的是保证不要让你的豆角会有过多的水，而造成沤根的现象。 在下个视频，我将分享一下对豆角的施肥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请大家及时收看。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有关豆角浇水的视频。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留言，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进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订阅、转发、收藏和点赞，谢谢大家。